开不着急。 绝对不能打手球啊！他一手球他就跌，他就拿第二个抗。Yes，哎，就打这种进攻，这种进攻对喽，漂亮！对了，好，跳！ 没关系，咬住了，咬住了啊！来，好啊！漂亮！哎，需要变化啊！他太近，你做第四击打，第四咬，对对。 前段出来了吧？前段出来可以用下腿，他主要打你肩，知道吧？用下腿。 把剑往下来，不给他剑，你给他剑，他就来做第四打，对，注意他冲啊，拿剑就拿第一，拿。